spatula. Una spatula. Ok. Siamo che qui, ma. OK, 就先开始的，你什么都有称在这里的，我都有，我会写好那个 recipe 给你的。好。现在第一个的东西就是要那个 butter 是软的，现在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先买，没有留在外面，就只是要给它软的，像那个有一点像 cream 的 texture。要打吗？要。我先这样子。 慢慢弄没关系，不用，因为打的不一定会。可以慢慢弄。我在家里的，我都有手套，那个你知道用一次就一样吗？可以吗？是那个用一次就丢掉了吗？对啊，对。OK。可是你的手可以吗？没关系。两个。会不会太小啊？这个是small的。 可以呀，可以呀，一个就可能就好。OK，很好。我去放这个。这跟手比较方便哦。太好了。OK。把它弄软。用软的。 看，这样子，所以就很 cream 吗？这样子，这样子就加糖。你这个时候就加糖。OK， 这个糖是正好一杯。两杯。就是这样的两杯。两杯也蛮甜的。还好。做起来就知道了。因为还有，里面还有那个，就跟我们可以丢掉了吗？这个丢掉了吗？ 可是我想要把它拍下，我想。哦，可以。下次我怕买错。可是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它是小小的，我们可以弄一袋圆的这样子吗？可是可以弄小小的，小小弄好还没蒸，你放在冷冻，你要吃的时候拿去烤，烤就新鲜的这样。这个，是这样子的。可以的。 我等一下看你是怎么弄的，因为弄大的只是烤一次就烤一次就要吃掉了吗？我们可以这样子弄小小的，还没烤好，先放冷冻，要吃的时候就拿出烤，就新鲜这样子的。明白。OK，so，你可以用棍子这样子变 cream cheese， 可以用棍子还是可以只是用手？我只是用手就比较方便，就这样。一个 cup 这样子差不多了，就加第二个cup。第二次，第二次。全部化掉后就再放第二次的。是的。你都有写那个 recipe 是这样弄吗？我都有在录给你了。太棒了。 哦，那太棒了，这阿姨就更明白了。是啊。OK。就这样了，那个糖啊，差不多哦，这样变 cream 的，什么都加在里面了，就慢慢来加那个almond butter。 almond，这个，almond是一杯。 没有，还有这些，全部，还有剩一半，我没有，不会用，可是这个都是要加。为什么？不一样的吗？不是因为是，那不是我拿一半这个和两个250，这个是50g，还有剩的。哦，这样子，这样比例，明白了。
这个是整个的，一百一百五十，然后那边的呢？剩五十啊。哦，你要一百一百五十，就两百五十，所以那个是多的。多的。好，这样我明白了，就是什么都称着在这里的，我都好好。嗯，好，那我这样我明白了。 OK。 OK， 就变酱了，就比较一点比较干，可是糖、almond跟 butter 就一起了。我看看啊，这要不要有一点 powder here powder here，什么都软，就这样子就下蛋。哦，蛋。嗯，慢慢一颗一颗就下。就是五颗，四颗。OK。 哦。 一点一点放进去，是慢慢放进去，两三次放加的就好了，这样子。这个的你可以加一点，如果是大人吃的这样子，大人的就一点 rum 在at the end， 就有一点那个小的香香的味，颗粒的。 就是它的颗粒是不是？不是啊，那个 rum 那个巧的，香香的味。哦，对，就有加一点力气，因为它会比较软的这样。第二个，就一个一个进去就对了。是。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想，你可以用那个机器，会比较容易。其实我不管，我就是用。可是你这样弄比较好。嗯。因为你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要知道那个 texture。 OK。OK，看，不要留有那个 butter 什么什么什么都要smooth，嗯，不要看到，好了，这样子就这是什么 flower 就这样子可以了，就这样子可以，两次一样，两次加的这样。OK， 慢慢最后就是 flower，and flower 好了，如果你就要加那个酒什么的酒的味道啊，你就加，可是像 flower 就加好的，不要，我们不要加那个。 先这样子试看，嗯，就是这样子剪这个比较眼尾的。嗯。All right， 可以了，就这样了，然后要等，是不是？ 这样子就给它整一下，再放在冰箱。我们带起来吗？可以放在那个，你有没有那个 piping bag 吗？什么东西 ？Paper。piping bag， 你知道给，等一下我给你。就是那个嘛，那个你在烤的那个 ，no 那个什么东西？破掉了。因为是我的指甲。 那个 piping bag 是那个 plastic 的那个 bag 这样子的，plastic 的这样子的，然后放在里面的，没有，没关系，没关系，那种东西我都没有。OK， 没关系，我不是专业的嘛。嗯，没关系，就这个要放在一个比较小的盘子里面。盘子碗子。那么怎么用？没关系，只要放在一个别的东西，因为这个我还是要用啊。哦，对啊，那现在要。 现在要怎么样？就放在冰箱，就放在冰箱。哦，可是要放那个碗的，因为我还是要用。哦，还要用这个。OK，找一个，看这个放得下吗？很多吗？嗯，还好。这个放得下吗？好像不行。是。 放下可以。
我们会弄有酱豆，我们会弄小小的这样子，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自己弄，你没有弄带头，你就一半。我会帮你写好这样子，就一半。这样我才比较清楚。嗯。 可是你知道这个 cream 吗？我们是在放在那个饼里面，它会 almond cream， 可是这个你可以很多种，你可以在那个 oven 这样子弄 ，oven 这样子弄一粒一粒这样子烤，它就弄小饼。可是妹妹不可以吃嘛，可是小饼这样子它会，哦，这个就可以这样子，可以，你再放里面，它就会融掉一点。 变圆啦，你还要茶和咖啡那些小小的就可以，就是 almond biscuit。 哦，那更方便。我们那我也可以放一些什么 nuts 类的吗？是啊。啊，你就这样子放，可以放一些这样子 nuts 在上面。那可以放一些这个吗？可以啊。合适吗？可是味道不知道，我们等下可以试试看。不是可以放 nuts 啊？可以啊。我这边有这样子的，颗粒的，碎的。 是可以啊，那我们放几个试看看。可以啊，很方便。这个可以弄很多种的，可以放在的，在什么？你可以弄那个 pie， 因为这里的 pie 是下面有那个饼，下面有那个 cream， 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上面还有一个饼嘛。那这个是放在最哪一个地方？哪一层？你要是做 pie 的话。 你拿那个派的，你可以去买，因为在那边有那个冷冻那个派的弄好的皮的烤好的嘛，这个放在里面，还有你拿什么新鲜什么的水果，就在这样子，在 oven 里面，很好吃。那我就是做这个可以做那么多东西，就是上面不要放皮，你这样子，很好吃。 OK， 就这个要放那个 cling film 上面。哇，这个好棒，这个我喜欢。那我可以做饼干什么的话，就用这样。是啊。嗯，可以做几个饼干。要这样子，等一下，要给它，因为不要有那个气，那个 air， 给它，哦，不要有 air 就对。啊，在里面，它就不会，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出很久，几天还有一个礼拜，可是要这样子，不要有那个 air， 它就没有那个 那个 bacteria 就没有。 那这样就放在冰箱，给它冷却，因为冷却还有那个 butter 在里面呢，冷却它会比较硬，比较硬就比较容易弄那个小东西什么什么，会比较容易用的。那你做小的东西的时候是用汤匙这样一个一个？可以啊，还有这个会变比较硬啊，如果这样用手套去放圆，它烤的时候会溶掉这样子。哇，这个棒，这个好棒，这个我喜欢。